桃园市政府地震局宣导小剧场，你不能不知道的租屋大小事，轻松租，安心住。登场人物介绍：小花、小猪、老黑。耶、yeah, ，考上大学了，终于可以搬出去住了。学校附近哪里有便宜的房子呢？来哦，这边的房间物美价廉，走吧，带你去看看。这间还不错，让我考虑一下。不要再考虑了，今天已经签约五间了，这是最后一间，现在签约先抢先赢，那不然再送你一个月租金。哇哦，那就签约吧。入住后押金收三个月，生活费不够用了，灯不亮，水也不热，房东迟迟不来修理，电费一度收8元，灯都不敢开，怎么合约书上的家具现场都没付？天哪，提前解约违约金5个月租金。没有仔细看契约书，签约后才发现问题，该怎么办？有租屋问题吗？让小猪来帮你。太好了，有救星。我是租赁住宅管理人员小猪，租房子让我为您讲解租屋三部曲。找屋前可以先上网查询附近的租金行情。看屋时要注意，周围有无闲物设施，有无社区管理员，墙壁及天花板有无龟裂、漏水。采光通风是否良好，是否为真建违建，看屋时稀办检查消防逃生通道是否畅通，热水器是否安装于通风处。签约时要注意，付了定金租约就成立，反悔会被没收，押金最高不得超过2个月租金。双方出示身份证明文件，二房东需提出房东同意转租证明，相关费用约定由谁支付，电费不得超过台电夏季最高收费，提前解约要支付违约金，最高1个月。入住后要注意检查设备测试功能，并拍照存证。房屋或设备损坏时，若无另行约定，则由房东负责修缮。改装需经过房东同意。承租人按约定使用房屋，遵守规约，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房屋。退租时，房客应负责回复原状，共同点交，结清金钱费用后退还押金。了解租房子该注意的事项后，现在带你去参观我们公司包租的物件。屋主最近搬到国外去，屋况非常好，你可以把定型化契约带回去仔细看，决定好我们再约时间签约。日后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联系，如有租屋纠纷可以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，或向不动产纠纷调处委员会申请免费调处。租屋找小猪，专业五告赞。租屋前停看厅，轻松租，安心住。